为伫咧六卡乡乡内加57号一处的空地，有故宫300的装置艺术，伫配合新年就要来到。为着推广六卡乡的农特产品，公所特别举办农特产品推广会暨点灯仪式，由乡长黄正凯含各个代表、产长佮有舞会的来宾共同来点灯。点灯仪式由乡长黄正凯率领各代表以及村长感谢各界长官贵宾莅临指导，现场民众以及来宾大约300人到场观礼，经邀集美食餐车到现场来欢受，活络现场气氛。来，乡长黄正凯表示，公所新组乡道加57线瓦近蒜头村六卡乡龙会边仔的一处空地，设置大型的故宫三宝入口意象，让来往的游客认识故宫国宝。直到六卡乡就感觉已经到故宫南院，空地整理成绿地公园，而且临近为铺主溪自行车道，适合民众全家为汕头糖厂边啊六家店登寿桥骑单车往返，成为翕相的景点。啊，今仔日真欢喜吼！啊，伫咱这个2024吼，啊，点亮咱新六角啊，这个活动吼，啊，今仔日啊，阮公所吼。有举办咱这个啊点灯仪式啊，结合咱的农特产品啊，一方面就是要来推广吼啊，推广咱的农特产品，让咱所有乡亲是大知影。咱那卡有上芳的麻油、好食的土豆、蒜头饼、王来酥、手工饼干啊，即马结合吼，咱六角青实验室有咱一群少年囡仔，等下咱的地方来来做这个吼啊，咱这个地方创生，会当予地方来活络起来，因遐毛真。在所在，会当提供予咱在所有乡亲时代啊来做参观，啊，所以今仔日公所举办这个农特产品推广以及点灯活动吼，啊，希望会当把咱的农特产继续来个推广予出去，予今年有当来咱在乡亲时代，不管是要送朋友，啊，是去朋友拜访，遐济拢会当带着咱吼六卡乡亲的农特产，啊，来大家吼，啊，来互相做伙来品尝，并搭配农历年节赏灯一条。机器透过点灯仪式带动当地观光情调，农特产品展示和平将更了解地方。此外，现场更准备200份小型提灯，赠送予参与的大小朋友。现场活动也包括了各个年龄层，体现了适合亲子同乐的温暖氛围。新新闻中来行六卡乡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